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你想怎样？让我小师妹来换他。快去通知教主。是。 拜月教此次带来多少人马进谷？冥河，我的名字叫冥河。多少人马？你是怕我杀光拜月教的人？不，我是不希望你死。 这一劫，本来我是可以避开的，但是我没有，我是替你寻一条生路。母亲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，她为了灭陈沙谷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可是，青兰哥哥，你待我不同。 我知道，你之前是真心待我好的。若不是我有母命在身，又背负着整个拜月教的声誉，青兰哥哥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快点走，现在走的话还来得及，你何必在这里等死呢？我定保师门上下平安。你若再多说一字。 休怪这刀剑无情！你根本就护不了任何人，甚至保护不了你自己。师兄，明儿，明儿你怎么了？小师妹，明儿怎么搞成这样？ 这是师父前几日才调制出来的归宁丸，你且撑住。拜月教的奸细，师兄，这种十恶不赦之人怎么配活在世上？让我杀了他！青日，暂且饶他一命。谷中现在全都是拜月教的人，他现在是我们出谷的唯一筹码。那师父的仇呢？不报了吗？ 教主，拜见教主。教主，少主他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少主还在他们手里。以大局为重，动手。杀！
师父惨遭败于教毒手，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。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平安出谷，好好活下去，才会有机会报出血恨。那我们就杀出去。俊，你带明儿先出谷，我来断后。大师兄，要走我们三个一起走。对，师父已经死了，我们三个人或生或死都要在一起。就是因为师父现在已经死了，我是你们的大师兄，情况紧急，你们必须听我的。快，快那边走。青兰哥哥，快走！不，大师兄要走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走。明日等脱险以后好好睡一觉，等你醒了，大师兄一定会带你们离开。不要，青玉，带他走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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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人在命案，你不要走。大师兄。师妹，师妹，走啊！大师兄，走！大师兄，走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走！走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兄，走！少主离开，走，快走，走！你放开我，大师兄！走啊！大师兄还被困在谷内，大师兄！青云。快替我照顾师妹，我师兄还在谷内，我得去救他。来人，照顾好静姑娘，剩下的人跟我走。是。白帝还想在此推算新鬼，简直妄想。
当初你们想灭我拜月教，今日我便要毁了此地。弓箭手，那是火药，来不及了。你现在过去，连自己的命都能丢在那里，你懂吗？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，师兄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是。莫大夫，尽力就好，无需强求。还请楼主按时服药。子木，还从未见过莫大夫如此神色。楼主，我让你查的事情如何了？还请楼主恕罪，我已经动用了蓝雪阁各方眼线，仍未查出到底是谁在为拜月教提供火药。不论是灭天理会，还是沉沙谷之战，我听雪楼都败在了华莲手上。楼主要当心身体。啊，对了，静姑娘和青羽如何了？青羽暂无大碍，只是静姑娘伤势严重，至今未醒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在这儿。白老头，这就是我们上一回没有下文的残局呀。师父，南楚啊，你说
如果白老头还在的话，那么这局棋究竟是谁输谁赢啊？师父，您与白帝前辈交织甚深，其实这个结果您问徒弟，您心里也明白。这么多年，白老前辈都是让着您的。没错，这棋艺上啊，我的确不如他。我跟他下的每一盘棋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想着，等我棋艺精进了，我得堂堂正正地赢他一回。没想到，这盘棋还没有下完，他这么久。黄泉，你的剑法近日大有长进，今日你便可在这神兵阁内挑出一件自己喜爱的兵器，切记这件兵器它会伴随你的一生，还有它存你在，它损你亡。七星剑确实是一把好剑，它的上一任主人就是一位正人君子。我看不仅仅是你选择了他，他也选择了你。我当真能用这等好剑？是的，因为眼下听雪楼有一桩棘手的案子要交给你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大师兄，还有我师父。哎，你重伤在身，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卧床静养，去沉沙谷的事情就交给青羽吧。我一定要自己亲自去。青羽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看他的身体状况，他如何撑得了去沉沙谷啊？而且再说了，沉沙谷现在一片焦土，你们怎么才能寻找？大师兄说过，只要我一觉醒来，明儿等脱险以后好好睡一觉，等你醒了，大师兄一定会带你离开。不要，青羽。对，大师兄从来没有失约过。可是，小谭，师兄，爹，备一辆马车。让他们去沉沙谷。是，二位，跟我走吧。
只怕他们见了陈沙谷内的情形，会更加的伤心呢。若是因为真相残酷，便不去面对，那他将来如何能驾驭得了血未剑？不行，快去休息啊！师父，我没事，慢点。 莫大夫，可有找到医治楼主的方法？孤雁之症若不及早诊治，拖下去将十分棘手啊！终有一日，楼主将毁于厥阴病之下。眼下只有切入楼主的心肺二脉，以滇南凤尾花为药，入血拔毒，再配合药浴，维续内力，如此方有好转之机呀。 此等医治方法太过凶险了，刀入心肺，实乃闻所未闻。莫大夫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楼主，师父，莫大夫，您刚才所说的办法，能维持我多久的性命？若熬过行刀入药的第一夜，那么。 3年之内，楼主的绝阴病绝不会有复发的可能。3年，楼主，不可以。穆大夫所说的滇南凤尾花乃是以毒攻毒之药，每服药一次，毒便入心脉一分，这绝非长久之计，不可以啊。说不定穆大夫3年之内。 大师兄！
找不到大师兄，你说他是不是已经出了沉沙谷？他会不会回听雪楼找我们？我们不知道啊。你大师兄的性子，宁河潜入沉沙谷，他肯定万分自责。当他听到师父死讯的时候，他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大师兄，你走前明明说过让我睡一觉，之后他就会回来的。以前每次都是这样。师妹，你冷静点，师妹。这次不一样了，师兄想好了，要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师兄从来没想过能出来，他就想我们能活下去。师父和大师兄都是因为我才会死的，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们不管我不就好了吗？不管你，我们这么多年同门师兄妹，我们能不管你们师妹？白帝门下，人死后都要招魂，否则魂魄将永远留在这三界之内。师妹，我们招魂吧。大师兄还活着，大师兄肯定还活着。不会死，大师兄不会死，大师兄不会死，大师兄还不会死。Thank you.
江湖之大，人心之多变，不过是蓝雪阁中惊鸿一瞥。其实这也是老楼主之所以建立蓝雪阁的初衷之一。江湖恩怨难辨是非，唯有在蓝雪阁，所有难辨的恩怨情仇都能有因可循。风情院要重建，还需延请工匠另外设计。风情院还是要有一些机关为好，此次和天理会激战倒是发现了一些不足，此次可以一并修复。修整风情院不过小事一桩，楼主还如此费心，在上面做了标注，想来他丝毫没有静心修养过。楼主用人确实严苛了一些，但他待人却实为真诚。其实他从未放过的人是他自己。楼主吩咐你办的事情办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只不过楼主刚经历生死大劫，重伤未愈，要这么多花不知有何用。把这些花送到沉沙谷明路之中，接引亡魂。教主，还是杳无音讯。回禀教主，沉沙谷一役后，我已多次暗中派人调查，但是附近没有任何线索。当日火药威力巨大，我只怕左护法已经……无需再查，立即将人撤回。不日便是朝圣大典，届时传我之意，宣布孤光死讯，左护法一职本教主自会另择人选。可是明和他执意，何时本座的话也不作数了。看来这些年我是太过纵容他了，竟敢擅作主张，一意孤行。教主息怒，明和还是个孩子，我这就去命弟子撤回命令。且慢，罢了，朝圣之日将至，切勿节外生枝，此事就由着明和吧，免得再闹出什么动静。属下明白。我要去一趟红莲幽域，你不必跟着。师兄，你刚才养了几日，要不然休息几日再去，等身体好利落了再走好吗？也行也行。师父。爹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方才还说呢，师兄才休养了几日偏要去沉沙谷，你说这一路如此颠簸，万一稍有不测该如何是好啊？怡晴啊，你重伤刚愈，不能再经受这车马劳顿之苦了，不如让为师前去吧。师父，我的身体已无大碍，沉沙谷我肯定是要亲自去一趟。白老前辈的两位弟子，我要亲自把他们接回来。你一向心智坚定，说到做到，为师知道拦不住你。既然如此，为师有一事与你相商。还请师父明言。为师惭愧啊，不能与白老头并肩对敌，也未能见他最后一面。为师知道他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那两个徒弟，如今他门下遭此劫难，为师希望你们听雪楼能够收下青羽、清明二人，倘若如此有所不便的话，为师也能够理解你。你就把他们二人带回来，往后为师护他们周全。师父的心意徒儿已经明白，此事徒儿心中已经有了打算，
还请师父放心。好吧，师父，那我和小太就先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爹。嗯。此次洛阳之行，我特意为师妹带回了两个好消息，你想听哪一个？萧逝水他终于死了，还是死在我拜月教手上。雪文，你日思夜盼便是在等他前来营救，恐怕你们已再无机会相见。此人害得我们同门反目，他该死。这算不算是一个好消息？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你们的儿子萧逸晴，他没死。你可知他身上的绝阴之症愈加严重，日日将他折磨。我倒不想他死得太早，总有一日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杀了他。唯有让他死于你的怀中，你才会醒悟，你为这对父子所做的一切是多么愚蠢至极。似水，潇潇逝，雪过残纹，踪已尽。光阴似水，潇潇逝，雪过残纹。宗已尽。人固有一死，不同的是为何而死。我知道。